玩具 TV 繼續第三季第九集，唔知第幾 part。咁啊，身邊一樣係有德哥同埋無敵嘅子龍。係啦，嗱，我哋頭先玩完 DC 啦，翻到嚟 Marvel 啦，就呢、這個。我自己覺得是天地雙龍版嘅人其實啱啱出，即係頭先想演錯嗰陣時候唱呢個天地雙龍嘅，不過就因為呢個撳低咗，咁啊點都好啦，咁啊直接講一講翻今次我哋想介紹嘅 King Arts Mark 30同埋 Mark 33啦，係啦，咁啊呢一對 Twins 啦，我會形容係藍色同紅色嘅分別，其實成個造型啦係完全一樣噶，真係呢兩隻主體嘅顏色嘅分別嘅啫。咁啊，開開盒俾大家睇一睇。嗱，咁啊都循例睇一睇翻本身入邊啲內容先啦。咁因為我相信兩隻都一樣噶啦。咁啊，主體啦，台座啦，咁啊手臂嘅兵刃啦，咁同埋有三對造型手嘅。係啦，咁啊一如以往啦，個頭啦、心口啦，係啦，甚至乎其他地方都著到燈嘅。不過今次咧，我哋時間關係啊，唔好入咁多電住啊，係啦，就淨係入咗個頭同埋心口先啫。咁但係有一樣好得意嘅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？如果有留意開 King Arts 嘅朋友玩開呢個1:9 Iron Man 系列咧，你會發現咧，其實呢一對嘅 Twins 咧係好早好早已經出現咗㗎啦。係。係啦，冇記錯咧，應該係一出嘅時候咧係出呢一個雕像版嚟嘅。係啦。哇！呢個真係要講一講，其實即係初初我又冇點入坑。King Arts 啲嘢嘅。係。咁啊，亦都係因為其實冇記錯呢一對。30和33應該都是當年 King Arts 即係幾手段的產品，但係不可動的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之後咧就推出可動啦。咁所以咧，由不可動的時代，我冇記錯，好像是退曬訂俾啲玩家，係。然之後咧做可動公佈啦，先重新再修訂。冇錯。係啊。咁啊，變咗今次其實個賣點係啲咩嘢咧？咁大家都見到本身都是頭、手、胸、腳咁啊，都係有唔同嘅 LED 燈嘅。咁啊，本身入電都會係用翻磁石愛嚟做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冚蓋啦。咁啊，變咗唔使係啦，唔使話又要揾掹螺絲啊呢啲老路。咁啊，亦都可以開呢一個胸甲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今次白夫長系列呢兩部咧，咁。同樣地有翻佢個最大嘅賣點就係把刀，咁啊同呢一個真 Mandarin 打嗰陣時一嘢就削走佢隻手嗰度，其實嗰段都幾過癮㗎。係啊，但係我感覺上咧，好似短咗啲喎把刀係咪？如果長啲，我諗仲過。係咯，應該印象中長多少少㗎，因為而家個感覺咧，嗰個鐵甲威龍換咗隻。換咗個鎖匙嗰個位咁啊，咁但係最重要嗰樣嘢咧，我自己因為有玩開42、43，即係都頭代King Arts 嘅系列咧，其實佢嘅腰位呢個位咧都進步咗噶。係。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係底褲包落去噶嘛。冇錯。係啊，今次唔使白色先啦，起碼都係膠嚟嘅。係啊，唯獨是咧本身呢個造型咧有少少真係先天嘅條件影響啊，就係佢呢個裙甲位。哦，呢個都要講一講啊！即係譬如話，大家想擺一啲即係激少少嘅動作咧，係啦，你記緊就掹翻開呢一個側裙甲先。如果唔係你棘住一用力扯咧，咁就爆噶啦，爆埋。真係會爆呢個。咁嗱，你掹開咗之後，其實佢本身個腳嗰個可動性都好高㗎。係。咁都可以垂直，即係撩陰腿，即係冇難度嘅呢一個。係啊。咁啊，係啦，腳嘅可動性就去到呢度嘅。咁同樣都係雙重關節。咁啊，呢個極限嚟噶啦，唔好再扭啦。而手咧，因為呢個肩胛嘅關係啦，所以打橫身咧就做唔到90度嘅，係啦，呢個就要留意，因為佢本身嘅設定呢度兩塊肩胛喺度。OK， 咁啊，基本上90度手踭呢啲都冇乜大問題噶啦。嗱，咁啊 ，sorry， 飛刀，咁啊，見翻都係即係差唔多90度啦，其實都係90度嚟。90度嚟噶啦。90度嚟，咁啊都係雙重關節嘅。係啦，咬手瓜咁樣。整體可動和以往都不是差太遠的，咁啊實淨度就固之然啦。咁啊，唯獨是今次呢只咧，我哋要測試下佢個腰部啦，因為呢個腰咧，我印象中是比較粗身啲嘅。係啊，所以變咗佢如果喐嗰陣時候就真的要留意翻。如果唔係夾硬嚟嘅話咧，就好麻煩。佢本身因為始終就住嗰、那個可動或者叫即係設計咧，你變咗唔可以話。太過即係好兇狠咁樣去搞啊，去扭啊，咁所以變咗即係
呢度玩嗰陣時候，大家要留意翻。咁啊，幅度上面咧，其實你話好大咧，又唔算嘅，但係我諗有30度左右啦。即係如果正面俾大家睇，正面嘅時候，佢係可以扭到咁樣樣嘅。咁啊，我而家反個角度扭過呢邊俾大家睇啦。都還可以接受嘅，咁啊前後咧，我哋又睇一睇啦，係比較低嘅，的確係。我都可以即係有一定嘅幅度，可以向前咬同向後咬，咁即係原則上爆地應該冇問題啦。就試下。不過我真係唔好夠姜爆，因為我係驚花其實。係啊，因為咧佢呢個設計上咧嘅 detail 度係比較多㗎，因為好多線條你睇得到，佢今次上色咧特別藍紅咧。它中間夾雜了一隻銀色位置，其實全部都是這樣間住間住間住，其實這裡是挺有心機的，你看得到它做出來的邊口啊，都應該是大貨來說的話應該不錯的。 OK， 好，試一下爆地吧。咦，有點盡了力了。不要揀來這個爆地真的有少少難度。首先第一，我是 Batman 專家，不是 Iron Man 專家，爆地要仔細啲試一試先啦。咁啊，本身都講多少少啊。其實本身即係雖然呢一個 Blue Steel 呢個 Mark 30本身佢個名字就叫做 Upgrade 版嘅白夫長啊，咁但係其實白夫長都係一個系列嚟嘅，咁所以變咗講真真正正即係最終極嘅白夫長系列嘅裝甲咧，始終都係呢個 Mark 33呢個銀白夫長。花式啲。係啊，咁啊，同埋你問我講個 design 咧，我就真係幾中意呢一個 series 嘅，因為真係即係同其他 Iron Man 比咧，佢都有佢自己個人嘅風格，咁啊變咗即係有呢個產品出，即係無論當其時 Hot Toys 也好，即係 King Arts 也好咧，本身我自己都幾中意。我盡了力了，算了，我想都是正正經經擺翻啲即係飛行的姿勢啊，咁反正都是有個台座可以玩一下嘅。爆地的關係你看到佢膝頭哥的關節咧，都是二段的，係啦，二段的。OK， 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德哥已經將佢擺咗一個空降落嚟的姿勢啦。其實我即係講翻套戲 Iron Man 3，我諗即係正正經經 Tony 著咗即係白夫長呢套甲同呢一個即係齊諾安打咧，我覺得都有機會贏。不過點都好啦，係劇情需要，咩都係揀。係啊，佢劇情需要，係市場需要。OK， 好咁啊，介紹 King Arts 呢一隻 Mark 33同埋 Mark 30咧，暫時喺呢度睇一睇啦，因為這個呢大概就會今年內出貨的，是沒記錯就應該九月左右，很快喎，即係快㗎啦，係啊，咁所以其實呢個都已經係即係大貨嚟㗎啦，咁啊大家要即係唔好諗下諗下，應該唔係爭幾多隻未出㗎咯喎 ，King Arts 都9910㗎咯喎，係啊，而家係睇下其他嗰啲地台啊，其他有冇啲配件啊，一次過咧就可以成個 collection 咧擺曬聽啦。哇！即係嗰陣時你話即係整夠40多隻咁樣擺，我諗都真係幾爽㗎，照計都。不過算啦，都係嗰句啫，香港玩家問水少少咁啊，土地問題咁啊，今次我哋玩咗咁多先，未完，仲有下一節。一街嗰只咧，叫埋你身邊嘅女伴一齊睇。如果中意韓星嘅話咧，就更加冇得走。係啦，可以咧一路聽住歌一路睇。仲有 feel， 係咁啊！記住留意玩具 TV， 轉頭見。